加州小燕，大家早。今天来原圃买，主要是来买两颗 Iceberg 的 Climber 来替代我那两颗 America Climber。 那因为这里有 Eden Rose available， 有一般的 Eden， 还有 Pink Eden， 还有 Ray Eden。那因为我 Raiden 已经够了，所以我就不买了。但是拼那个 Eden 我真的很喜欢，而且它养苗的时间至少要一年多至两年才会比较有花看。